新一代最受瞩目的亚洲巨星。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是给我一个挺大的鼓励，一个惊喜，因为每一个歌手对这个奖项的一个梦想。对，恭喜韩庚获得了2012 MTV EMA 亚太地区最佳艺人这一特殊荣耀。谢谢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的粉丝们。以截止的第一轮投票中，韩庚从 Super Junior、 尤娜、蔡依林以及放浪兄弟中成功胜出，并再一次与来自澳大利亚的高铁争夺，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胜利。接下来韩庚将会继续同全球其他的优秀者争夺最终的荣耀。全球最佳艺人大奖2011年的 EMA 音乐大奖中的此奖项曾由来自韩国的 BigBang 获得，今年来自中国的韩庚是否会登上全球瞩目的最高领奖台呢？请支持我的各位 fans 为我继续投票，我爱你。现在就登录以下网址为你喜爱的艺人投票。 MTV EMA 我来了。